昨天在光明山，我们说到佛家教学用艺术来表法，这个在教学里面是最高级的。最殊胜的，它的用意非常的深远。让你在这个当中学习，然后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六根接触到六尘境界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，事事物物都能够启发我们的心智，事事物物都能够成就自己的德行。这个是他真实的用意，这个也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导。譬如我们在佛前面看到供的花，花代表六度，